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六七六程解说我的世界。我们现在玩的叫什么呢？无尽贪婪篇，好吧？我们现在干嘛呢？我们现在去商店啊，咱们买点东西。OK， 就消费呗，是吧？我看看啊，先换点钻石，把这个绿宝石啊，八个绿宝石换一颗钻石，然后钻石给我买点汉堡。不是，你这汉堡是不是又升？你涨价了哟？你怎么老涨价呀，大哥？你怎么又涨价了？原来不卖两个钻石吗？哎，没有你这样坐地起价的好不好？你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哎，我真是，你原来不两个钻石吗？怎么变成两个钻石块了？不是你天，那原来卖那个呢？原来卖的也是两个钻石啊！哎，我真是，你这太贵了，要不消费不起啊。我看一下啊，你改回来呀！你这啥玩意儿啊？人家都买习惯了，你整两个钻石块什么鬼呀？那我都买不起了。不对呀，我怎么我刚才换那个钻石呢？就换这点啊？太贵了，换成两个钻石的，太贵了，太贵了，我们根本买不起。行，这样也行，我就买这个吧。那几个汉堡就统一价格得了呗。你这一个是俩钻，一个是两个钻石罐，你这，随你便吧。那我就买这个，我不买那个了。坐地起价，你这个黑商。啊，我现在干嘛？我现在我得去打怪去啊。上凋零那儿，我继续刷凋零啊。那个更好，好吗？我先吃一个汉堡。吃啊！我去，不饿我。人呢？砍死你吧！砍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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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家伙睡！哎呦我去！别给我干死了！哎呦我去！我去死去死去！我吃个汉堡 ，OK 可以。然后呢，再招一个出来。我现在需要好多呢，脑瓜儿啊。OK， 我把这个捡来。空气，你干啥呀？我砍他去啊！快点，把他逼到墙角是吧？砍死！他还招那个凋零骷髅是吧？死去！我再招一个，你给我，给我你，俩，我还得需要四个，我还得继续砍。我忘了我那个什么了，哎，快拿去了！哎呦我去，你这啥玩意儿？哎呦我的妈！别给我装备炸没了！哎呦我去，完了！空气啊，救命啊！我装备没了！哎呦我去，我的个妈！套上。哎，他不是把我装备都给炸没了？哎呦我的妈！我装备呢？哎呦我去！输呢！哎，我剑怎么少一个？完了，我那个大宝剑没了。我看看啊。我稿子也没了吗？给我炸没了吗？哎呀，这个乱呐！哎呀，我去的，攒点东西这个费劲。我去凋零那儿。哎呦我去，什么玩意儿？我剑哪去了？空气啊，你看着我剑呗。完了，我那把发财的剑也没了。我稿子也没了，他把我装备炸没了吗？完了，我少了一把剑。啊，
我真是服了。哎，我攒点东西，我都吐血了，我去的，我汗毛呢？汗毛搁这儿呢。我这把剑砍的慢呐，我又不饿，哎，我真是烦死了。我剑给我炸没了，还有个镐子也给我炸没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我看看，我去商店。我剑都没了，空心你没捡着是吧？哎呀，我那把剑没了，我就剩一个这个了。这怎么能扛不住呢？这不荆棘吗？保护15吗？你什么破玩意儿啊？我现在还吃不了。我看看啊，这个拿下来，这个拿下来。OK，然后我再做一个。现在是5个，还差2个，我得4个下界之星。我做了一个好玩的东西，啥好玩的东西？我剑没了，我去的。我现在干嘛？我现在，我最好再做一把那个剑呢，要不砍太费劲了。那我就换钱吧，来给我换钱。这个呗，我得买一把那个剑啊，全给它卖了。咱们有着炉之剑，打这个头根本不费劲啊，其实现在嫌麻烦。好，然后呢，给我来四片那个，这个呗，一二三四，四片这个，然后我再去买一把那个剑去。神器商人这儿啊，这儿呗，Hello，OK，我现在干嘛？我现在弄这个啊，这把剑，烧黑洞的，那个连基岩都能给烧掉。你那个，你做那玩意儿干啥？你闲的你这是？我回家，回家，然后，拿点黄金，再把这把剑给砸上是吧？这个。谁把熊猫整这儿来了？是这个不？是这个剑。气死我了！我还差个镐子呢，我钱够不？钱应该是够，我再弄一个。要不试一试？试啥呀？那玩意儿毁家，净整没用的。那个连那个基岩都能给刮没了。我得去先买这个。来个镐子，OK，还得买一个这个，还行啊，因为这个还是有家底儿是吧？还能买，要不然可费劲了。这样再给我买4片，OK，钱都花了了。这样，然后呢，把这个合成这个，然后把镐子这个砸上啊，回家，家里有高炉，这不是这个叫什么锻造台啊？OK，凑齐了有啊，我真是服了。我现在去商店把我的破弓箭收起来啊，这个呗，箭收起来，行。然后还有啥？这个不要啊，骨头能卖2颗钻石，还行。下面，行。OK，然后咱们去吧啊，打那个凋零去。凋零，凋零，这儿呗。哎呀，我没有脑瓜了，你这啥玩意儿？打脑瓜去，打脑瓜去。我现在去上刷怪的地方，打那个头。哎呀，我那个还没吃呢，我那汉堡还没吃呢，得2件啊。我只能这样了。这个甲怎么扛不住呢？有点儿，我感觉饿没饿啊？必须得2件。这个剑呢，就是一剑一个脑袋，不是这个砍死一个脑袋，看到没？必掉的。然后一个头卖3个钻石，挺值钱的，其实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这个乱呐！哎呦我去！几个头了？19个头了，还挺多。那咱们去继续杀去吧。凋零。然后那个这儿是吧？
OK， 把这敲掉，然后把那个脑瓜拿过来。饿了吧？正好饿了啊，把这汉堡吃了。OK， 吃完是五格的黄炖是吧？好没？出来揍他！五格的黄炖能扛下伤啊！我再吃一个啊。 OK 又加了几个黄炖，我再招一个出来吧你。我看看啊，一个是吧，我还能吃一个吗？吃不了了。打的挺准的你啊，把把都打着我。打死你！还瞬移，去死去吧你！再招一个，饿了是吧？我给我磕掉了，给我！啊，我就把这捡了去。还差两三个吧，还没回呢，再吃一个。打的真准，我去！死吧！我死去！我去！再招一个！哎，还没炸啊！我去！几个了？还差最后一个，把他给弄死！吃不了了，这汉堡为啥非得我饿的时候才能吃呢？不饿我就不能吃吗？那什么道理啊？我可不能再死了，这装备丢了是呼呼不起啊！我死一下！哎呦我去！我套上最后一个啊！炸！ OK。就这么点亮光了，这里边原来都是了，都全是让他给炸坏的。咱们回去啊，回家，然后看一下啊，四个，正好做这个，七个正好了。然后咱们是要做这个啊，七个完事了，加上红石，下边这些都是便宜的了啊，铁多一点，是吧？铁多一点，别的倒没啥。行，可以。哎呀，这汉堡啊是帮了我大忙啊，啊，可以啊，这样呗，可以，这样。